这里面现在呢谢谢音乐吧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把我的手机卡在这个里面，卡在这里面啊。当时我真的很怕赢，拿一个水快，我说呢，我说空调声音再大也不会这种声音。谢谢玫瑰花。透气了一下子就。谢谢姻缘棒。杯子罩着。谢谢不为什么的27个巧克力，谢谢。我刚玩狗了，谢谢奶茶。没有下雨啊。彩虹色的，我好期待哦。我只想做你的想彩虹，你的想那个想养一条狗，再养一条狗。哎。这是在哪里？在你心里啊。谢谢一元棒。谢谢火箭。谢谢巧克力。不，就是可以在它就是。转移目标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奶茶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翻抖音，谢谢一元棒。好像有一些没有发过的。你自己吃吧，龙虾。特别的恶心。谢谢巧克力。恶心，虽然我现在也很恶心，但我以前比现在恶心多了。谢谢草鱼和小兔仔，看看，我敢发，我这样吧，我。手感怎么样？手感不就是狗的手感？正常狗的毛不都是那样吗？谢谢姨妈吧，和我家狗的毛一样。不稳住就不稳住，晃。的感觉，摸上去都是狗的感觉。我就是有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叛逆啊。对啊，就是它有一层外面的那个，外层的一层毛比较硬，然后内层的绒毛是细的。绒绒的那种，它会脱毛的时候也会脱不同的，有时候会脱外面那一层，还比较好打扫，但是里面的绒毛那一层如果脱的话还蛮难打扫的。我衣服上倒没有，它不脱毛。跳个舞怎么样？看什么舞？Tiger Bro 的夜蝶子。应该狗都差不多吧？谢谢姻缘棒。我昨天睡还挺晚的。谢谢胖豆。脱毛吗？我衣服上面没有吗？可能我衣服上面不粘毛吧。查作业。我。边牧色配色。谢谢奶茶。你们是不是没交作业？想查作业啊？好像有人交了。什么粉红色？影响室友休息的。
你们知道吗？上次我室友在直播，然后我抄作业，结果我室我友喝奶茶，我现在有就把三直杯播奶关了，还茶。去了另一个房间。现在还剩下三杯奶茶，就除了给了就是，好的。哎呀，这真的是，对，水不贴，他也水假。营业了一天，他营业的比我时间长，就我每一杯都喝一下，刚刚又幽刷兰抖拿音，铁、刷到这生个抖生乌音，龙，然还有后个什它已么经被我玩坏了，我可能想岭再买南一个新家的，汁啊，等我嘉先里把这个球玩得更里，坏一点，谢谢然后再买一个奶新茶，的谢给大家谢展示什么叫什应么援棒。玩法。我今天刚刚我现夜在里不会睡不着，我排现练之在前练了肯很定会久，睡没着，有练过，现来在给大一家试下一子也下。不知道怎么的人。我放远一点给大家试试吧，我给大家试试这个球。我喝一下，它上面都是去冰块，它是没有那个嘛，它是没有温的嘛，就都只能做冰的吗？虽昨然天它的就工是具太不足了，去不太了好冰试。块，已经变了，变正常今天应该是，但是这个已经坏了，你看看。就已经不冰了，没热的呀。我来走。每个，哟，一下清醒了我，想想怎么办嘛啊，前辈在这边呢。我错了，罚跪。行，安静点，我安静。我先每个都尝试一个，这对，个他这个是球太幽吓兰人拿了，铁，但是不哎喝不对水啊，就是行。拿铁啊，我行吗这？摇晃一下，先摇晃一下，摇均匀。幽兰拿铁，然后感觉也没什么区别了，再来喝喝这个，我拆不了它有了。没有其他的那个？不然全部都今倒天在我一玩起。坏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换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生生乌龙，重启一下。没什么拿铁的感觉，其实还不错哎，谢谢巧克力。拿铁不是拿铁吗？这是生生乌龙，好像没有拿铁那么浓今郁。天的这个球，谢谢应援棒，茶叶，拿铁是牛奶，这个啊，夏日限定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能喝还荔，有点我坏能的，吃荔枝吗？有点好难像不开能裂。吃啊，但这个应该没事，一点点。荔枝上火，对，荔枝是属于热性的，我喝两口也没事，对啊，而我且还没喝呢，它也不不是行就荔不枝，玩它了。是核苷奶茶里面。实在是，我刚才今天有点成功了，本来其我实觉得好像是幽兰拿有铁点最成好喝，就功。味道比较浓郁。再重启一下。再尝试一下幽兰拿铁。还是幽兰拿可铁能比没电较，了，先把你们这个东西给，味道比较把你浓们这郁一个点。灯给拔生了，生乌龙好像没有，就没电是了。茶味，就是桂花乌龙，我不我知觉道得哎。是它里面这个灯的问你要题。问经常喝这个的人。你明天来烦我，明天怎么天来烦？我想知道。我看蜜桃乌龙，之前就是有那个收到的那个叫什么？礼物茶叶，这个还还有什蛮么不东错。西之你前们我没也有？收到，昨天可以我先还给我妈喝，因为她很喜欢喝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嘛，就喝乱七八，就是她其实以前很喜欢喝咖啡，但是有一段时今天间我充电也宝应该充就了是没现电。在吧，喝咖啡也睡不着了。昨天我充电宝没电。茶叶这种，今天早睡呀，12点钟睡就行了呀。我要被闪我瞎不用了。洗头发，我等会儿就卸个妆，冲一把澡就行好了。啊。那充个电。永远的什么？啥脚步？你哦，们不是都同习心惯了的。吗？还啥脚步？总选的接那个茶三叶口是的什椰么？子，茶叶。我们也瞎了。红色的相机，其实它还有红色版本，下次买一个红色。我连盗版我需之要多少在这钱之的前，电我连池？盗那版我给的您茶一颜个观门色、面茶颜悦色都没喝谢过，谢。更别说什谢谢么，小丫的夜读，谢也谢没喝过什么茶颜七，观色，也没有喝过什么谢茶颜什么各种色，谢连盗版的都喝不着。一喜您谢谢夜蝶，的就是眼整睛没个有看有点红，那是眼桃影，红眼影一直都红是红红色的呀，就没变过呀。谢对，谢奶今茶。天当中放一些大家的愿望。
你咋不说我眼睛黑的呢？被打过了，这是。谢谢元宝，谢谢奶茶。我怎么感冒？我怎么又感冒了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会上期的。谢谢谢谢奶茶。谢谢肉客。谢谢玫瑰花。好好说话呀。谢谢。心事如歌，又被感冒了，没在吸鼻子，习惯性了吧。我很正常啊，谢谢玉元宝，谢谢奶茶，谢谢玫瑰花。我都没有带外套，我就带了一件这个，忘记带外套了。我怎么又鼻炎了？我不是咽炎吗？谢谢奶茶，谢谢乔，你们就盼着我鼻炎对吗？老说我流鼻涕，谢谢玫瑰花。真的就盼着我这样，谢谢巧克力，怎么回事？老说我这个，我说又生病了，生病了，谢谢奶茶。本来人好好的就被说成了生病了。我就说，哎，这样吧，我们走那个小门出去，然后躲开他们。就一般都会选择休闲外套呀。突然之间，嘚儿。我平时也很少穿西装外套吧，好像也没有，我也经常穿，是不是很休闲西装外套。我开始在拍视频，我说你们谢谢应援吧，没发现我们出来了。结果这个时候云姐说，你要说今天很漂亮，你意思就是说之前也就那样呗。所以就是那个视频，就是那个要暴露了。谢谢奶茶。被狗暴露了，本来想本来的计划是啊，这什么先笑里藏针。我今天喝了这么多奶茶，我觉得我这一个月我也不要喝奶茶了。当然，这一个月也就那么几天。是不会什么的，月底。对，那个狗太可爱了，只能怪那狗太和气，我的太阳。但是我谢谢巧克力。哈士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那个狗太害羞了，那个狗不让人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奶茶。他有点点怕生，这个月还有三分之一。谢谢玫瑰花。哈士奇估计就不怕生，哈士奇。谢谢元宝。往人脸上撞，不是往人身上撞。你喜欢那身衣服，那你也穿，买了穿。谢谢巧克力。我没有吃热干面，我还行吧，就是我过来我点了一份饭。养狗的金毛很聪明的，哈士奇给我撞飞。对，金。哈士奇真的能给人撞飞，我之前很想养，鼻子这边后来去了哈士奇咖啡厅，黑的哈士奇把我撞飞过几次之后，我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想养了，我突然觉得还是就是去。对啊，你们不是平时都要同款的吗？就是、同款呀，这一套。我被。来呀，都穿呀。哈士奇咖啡厅的哈士奇撞了，我感觉太重了。谢谢应援宝。而且你坐那儿休息，他会踩你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好重啊！他会帮你那个心肺复苏，我怎么突然想了去？心肺复苏，我很想。为什么会心肺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说哈士奇还有那种大狗是会那个帮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按摩。不是按摩，就是假如你躺地上了，就是。哎，要是没气了，他会帮你。人工呼吸呀、啊，总不能。不，他会帮你这样，咣咣这样。就是心肺复苏。对。有被笑到。人工呼吸那就算了吧，他的狗嘴跟人嘴好像也不太一样。人工呼吸。谢谢巧克力。对，踩几脚，我看过抖音上面有狗是这样，别人说吓死了。我很正常好吗？思维合法。谢谢火哥。对，是真的惨，力量也是真的。阿拉斯加猪，阿拉斯加猪很狗公呼吸，很大一只，但其实它是毛很蓬松啊，毛很蓬松。谢谢胖豆豆，谢谢。你们家狗。哎一张嘴能止息，我家狗一张嘴我就感觉它是一只猫。云衣洗草，云的皇冠。因为它爱吃鱼，我家狗。谢谢这位大哥的皇冠。你别说狗了，就别说二哈了，就是其他的狗吧。好，继续刚刚说到哪？都会这样。刚刚
都会踩你，都一样。大声点，不，Tina姐，对，我今天来武汉，然后我刚刚在排练，等排练的时候刷抖音，狗踩一下是很疼，我家狗踩我脚也蛮疼。哇，跟 Tina 姐，谢谢奶油，最主要他都，你跟他讲他听不懂。我现在也在武汉，谢谢巧克力。Tina 姐也在武汉。嗑瓜子，哎，我家狗以前也喜欢。然后水哥也在武汉，我不吃鸭脖，鸭脖这种东西吃了不好。大可不必。激素。不准贴，那好嘛，不就是一只狗吗？那隔壁不是也贴狗吗？鸭头更不吃。对，脖子少吃点。鸭心，不知道。对，有淋巴细胞，淋巴。谢谢赛高，赛高你嗨贴鸭鸭子。鸭子还是会一样，我喜欢吃鸭舌，但是它，我看到这边的周黑鸭也是辣的，就没有就是真的原味的那种，想要这种的，哎。鸭舌能吃，鸭其他的还是能吃。我没有看到有不辣的，我看到都是有辣，微辣的。鸭心还好吧，我其实不太爱吃内脏之类的，跟我家狗一样。小龙虾不吃，小龙虾，现在不吃，过阵子再吃，过一两个月再吃好。这刚手术完的就开始吃这吃那的，你想不想好啊？就不想让我好呗，对吧？辣椒没有安排，我刚刚看了，刚直播前看了一下外卖。谢谢奶茶。然后呢，好像只能明天去剧场买。如果实在不行。对，就一直在讲这些东西，就不想让我好好点。没有辣椒汁。蛮残忍的，谢谢应援棒，就是很蛮狠心的，就是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应援棒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巧克力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应援棒。你看这个重口味的，我今天我觉得还行吧，就。明天早上起来我还要去喝，啊不是喝了，我要吃早饭呢。只不过可能你的裤子谢谢奶茶。就是你要系紧一点，有点大就裤子。冷的是肯定不能吃的，辛辣刺激的呢，那种比较就是辣的还有点过分的肯定也不能，稍微有那么一丢丢，就是吃在你嘴里你觉得啊有点辣，但是完全不影响那种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。美美，还有线头，你看这个线头是不是很细节？谢谢美国，当然酒店的早饭了。烧麦，怎么讲到烧麦？一看就知道是手工的。吃的还是蛮多的呀，像那个什么酸辣土豆丝那个，其实我也能吃，因为它不是特别辣。这边怎么没有口袋、啊？豆皮我不能吃，豆皮这东西有激素，你们知道吗？豆制品，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豆制品竟然有激素，因为我以前特别爱吃。对啊，在酒店吃早饭啊，都是。对啊，我不懂为什么。我以前可爱喝豆浆啊。给大家烧一条。谢谢巧克力。烧上一条。我不吃不就得了嘛，反正我也不爱吃，我又没说一定要吃这些东西，没这些东西我就不行了。谢谢玫瑰花。谢谢奶茶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抢完了，抢完了！你们怎么手速那么快呀？我刚上了。鸡蛋都不一定能吃吧，也不是不能吃，就是要少吃这种东西。我本来想分三次上的，结果我一次性不小心。对，我要把那名字给改了。就被你们3秒钟抢完了，怎么会那么快？你们是魔鬼吗，爹爹？不知道哎，没听懂。鸡蛋吃蛋清。就煮鸡蛋还是能吃、啊。好好说话。就取决于我想不想吃，还有现在能不现在能不能吃，以后基本上东西还是能吃，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吧，对吧？你营养这块，每一种东西不同的那种。谢谢奶茶，谢谢巧克力。
但我现在也不想吃，现在医生也说了先别吃，那就先别吃不就行了嘛，管他呢，而且吃的人是我不是你，我自己知道我要吃什么，连吃都要管上了，谢谢玫瑰花。对啊，有医生啊，首先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呗。谢谢咖啡，谢谢郑东东，谢谢鱿鱼，谢谢。对，又不是每天都在吃一样的东西，谢谢在想什么呢？谢谢音乐吧。幼儿园，谢谢张妮妮儿。这个名字，谢奇酱。而且有些东西不吃就不吃呗，我也不是特别爱吃，也没说一定要吃这个东西，没有它就活不了了。谢谢音乐吧。用正常的口音读出来，好了。谢谢奶茶。你看，火干，这能正常读出来吗？你试试。你问我武汉现在热吗？你看我穿外套，你觉得呢？你自己看吧。谢谢玫瑰花。谢谢武汉，谢谢这个三金，这是什么？看不懂读页，哦对，那个字好像教我读过，可是我还是忘记怎么读了。两天歌曲一样不一样，你来看就知道了，或者你问别人看不了的话。是肯定开空调，不然你不闷热吗？谢谢奶茶。你要透空透气啊这些。嗯，我还以为是我呢，我还以为是我。曹县人，山东曹县，牛皮666。一般都是中午热，早晚凉快吧。下雨就下雨吧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巧克力。谢谢索拉，谢谢王优秀，太优秀。谢谢灯花。谢谢玫瑰花。谢谢幼儿园干架王的秋天奶茶，我为什么？谢谢巧克力啊，头发的确长长。我自己都能感觉到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奶茶。我感觉我们两个像那种读礼物机器人。礼物机器人。好爽啊！坚持不下去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皇冠，你的可以点歌。行李箱重啊，你来帮我拎。谁说我蠢啊？还没抱抱。你剪呀，剪头发，我也想去剪，我想稍微下面修一点，修这么点。修这么点。这头发其实之前可能剪太短了，所以好不容易长到这个。好像我就只能留这种短发吧，谢谢音乐吧。如果太短的话，好像又不太行。清醒不了，我这叫做多重人格。没事，我声音很小的，有可能。我现在只是离。我之前拿着我自己照片去跟他讲，说我要剪成什么样。其实呢，离远了就没有声音了，他就是为什么？但会有点热。真的，谢谢音乐帮，谢谢巧克力，稍微会有点热，因为它夏天嘛，你到这脖子，但是它是可以扎起来的，扎起来就有这种短，对，这个，对，脖子那一块稍微，但夏天嘛，还是短发，洗头发也比较方便。我一般都是怪吗？就声音很双重啊，是就两重声线，就很怪啊，就不怪呀、喂喂喂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确实是双重声音吧？哎，一二三。他们耳朵出问题了吧？嗯。因为之前跟一个成员打车的时候，好像假的。然后也是开了两个直播，然后就有双重声音，还连麦了，就会有回音，就能感受到，就特别的难受。谢谢玫瑰花。头部受伤了不能换发型，是因为有伤疤吗？所以还是什么呢？可以连麦呀、啊，看看。
行。你说有没有毒？在同一个房间还连麦连了会怎样的？哈喽，这样就有双重声音了呀。哈喽，你在哪里呀？你看小声，好久不见了。我看你还好吗？我看你还能说点什么。小声，四种声音，真的有小声。那我就想，好久不见，原来无恙。哇，不行不行，这太可怕了。这消声诀，哎呦我的天，你要放放好。降低那个音量。哦。但哎不用听。现在是不是没有声音了？应该是吧。好像是。哎。好巧哦，你也在直播呀。哼，你为什么在房间里面还要戴着帽子？把帽子可以拿下来。所以因为头发，所以哎，在同一个房间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好啊？同一个房间吗？不知道啊。我好想把这个奶茶往你头上。不用了不用了。他们说你没洗头吗？不摘帽子。对，没有洗头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我就看着不说话。下次见，下次见。下次是哪一次？就每某一次。什么？每哎什么某一次？等一下，你看。哎，啥？啊？所以呢，要干嘛？不觉得很有那种有消失破裂的感觉吗？你一来就有消失，你应该去厕所里面去。我不去厕所。好的，好的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不跟我拜拜吗？没什么好拜的。难受吗？是不是感觉到一丝的，不知道该。怎么办？是吧？不知道如何收场。你慢慢收场。他说让你尴尬。唱首歌吧。唱首什么歌？别了。唱个什么歌听听好呢？我来。关不掉。你先闭嘴，我先。这什么歌啊？好，关不掉。关不掉。唱那个。你不是说关了吗？怎么还开始点歌了？对，唱一首你的拿手绝活。闲啊，不是，除了这首歌。拿手绝活没了。你来，又消声了。对。你进团的时候唱的哪首歌？我进团的时候唱的是。我进团没有唱歌，我进团跳的舞。啊，你没唱歌你就能进了？对啊，我就靠颜值。那为什么我唱的歌我都进不了呢？啊，你没进吗？真的，我唱了一首歌，结果我自认我感觉你觉得唱的很好，真的蛮不错的。真的，我落选了。啊！我进团时候是宅舞，跳了宅舞，然后那个陶总对我会心一笑。会心一笑，陶总生日跟我一模一样，咋样子？真的？对。哇哦！我也差点一起生了，
我一期的时候投了一个书生，然后呢，我没有过，因为我书生的时候交了那个初音未来的那个照片儿。啊，是敌对的。初音未来啊，真的？哎，没有啊，那敌对那里为什么名字叫咪来呢？对啊，不敌对啊，因为除了他叫未来，还有很多人叫未来呀、啊。没关系，就名字相似就说明有缘分。因为有志田未来，哎，是叫这名字吗？是叫这个名字，对。还有很多很多。对，哇，这个消息好了，结。对对对对，结束吧，结束吧。这样奶茶，待会儿再聊，拜拜。你在跟谁说呀？跟你说呀。再见。离太近，声音关了。哎，我们之前没有，好像没有那个连麦，所以他就没有。怎么会这么消声？太难了。唱歌，我还欠你一首歌呢。我的太阳我还不会唱。其实我也不会唱。那首歌挺高的。没事，降两个调就行了。谢谢强。那歌是男生听。没事啊，男生的啊、你是说那还行、啊？我说明只要升一个调就行了。那我的声音就唱低音还是可以。什么？帕瓦罗蒂的那个《我的太阳》。我一开始以为是种太阳。种太阳。小时候，小学的哦，幼儿园还是小时候，小学的时候学。唱歌啊，我唱。连其他的看。这样正常一点。这样多正常，偏哎，为什么一定要连？哦，不是一定要连麦，为什么那个连麦一定是那种就是？哎，我不想连。那个连麦。连麦的那个滤镜有点太差了，头不大呀，正好。水子哥不在。他们不会还在排吧？对，他们不在呢。可能还没回来。不连了，因为我就是先排完，我就要求先回来嘛。不然肯定要待很久。玩过了那东西，就像哎我的天，出来的声音就像那个什么，那种遥控飞机的那种感觉。遥控飞机的那种，你看看。行吧，回旋球都会那个，就是他扔过去还会再回来，看那抖音上面是那样。你们想看我玩，我不想玩，这是幼稚的人才玩的东西。他们说在剃头吗？刮胡子，这东西真的。啊！哦，我把这个先关上，别到时候翻。看啊，变魔术来了，干。哎！我觉得比昨天好点，因为今天就是。我先把这个关上，不然翻掉就搞上。比我宿舍大一点。这个球买回来就没成功过，他们说。成功了，你看，是吧？没有成功。哎呦！没有吓人。我刚刚成功了那么一次。就这样子弄啊？对啊。哇！差点成功了，差点接住了。天哪，在这里面了！我要捡吧，捡到了，能钻进去。痛击我室友什么鬼？哎，这东西真的。哇！这样玩的吗？可以，好像是
就是这么玩，但是这样子玩完之后呢？那他图你可以玩出来啊。可是这样子玩完之后呢？哎呦呦！没了，就是玩的。要把头发给。那我不会剪头发的，我当时这个。好像就是这样子玩的。头发离很远。对，然后给你自己拿。我有。你看，是可以完成功的。只是我紧张了，没有完成功而已。对，就是一个球呀，这个东西。暂时。谢谢天吧。你看我也能成功。因为你找到了诀窍了，刚刚没找到。啊！这好远呢。谢谢姻缘棒，谢谢奶茶。是还可以。因为我看到那个抖音上面，它好像就是扔出去可以回来，那就应该有个什么。对吧，可能有个什么路线什么之类的东西。谢谢皇冠。去哪了？又跑那里面去，你钻得进去吗？谢谢姻缘吧。世界的参差。什么、啊、谢谢巧克力。他们说对你的裤子点评一下。好看啊。我也有这种类似于就是格子裤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对，我不是也有那种格子裤吗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睡裤。啊，我接触了这种。有，都开始唱歌，吓人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不许截图。他们说你像工地上班。那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不是很正常是什么？哎，这对呀。公立邮箱嘛，我不习惯了，过来，已经成功接触了，这还是很考验体力的游戏，一点都不考验体力，就考验智商的问题。什么？他们说好怕砸到我头上，应该还不至于。谢谢奶茶。如果我家狗看到这个东西，应该会害怕吧？谢谢六神台。因为它有声音，而且还会亮。当然我家狗看不见了，就有声音，那会觉得有个什么。它你想想，我连扫地机器人。我家狗都怕，躲在那角落里面发抖，更别说这个。谢谢姻缘棒，谢谢奶茶。我今天一直问我妈，我说给我发狗的照片给我看。谢谢奶茶，就是问狗在干嘛，然后我妈给我发的那些什么视频啊、照片，那狗从早到晚都躺在那。我说它怎么不起来走走？我妈说它在休养。打消炎针啦，自己拿回去打的呀。谢谢姻缘吧，谢谢奶茶。喝鱼汤，今天是排骨汤，明天喝鱼汤。我妈说，跟我一样的配置。谢谢姻缘吧，现在还有。再值十分钟。明天有没有人来？郭守辉找我玩呢，谢谢阿西 ，Lily。昨天，哎，第一天是给他专门外面去买了饭，因为第一天来不及烧了，因为一直陪他在医院嘛。谢谢姻缘棒，
在外面给他买了饭，然后买了菜，直接那种就是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元宝，就是那种一碗一碗的，就是那种店里面的买的菜给他，糖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元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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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下碗菜，那种肉松肉末鸡蛋，对，给他吃，他可喜欢吃了。上三首诗谢谢应援吧，谢谢巧克力。他已经糖尿病了，你就让他这样吃吧。谢谢应援吧，谢谢应援吧，谢谢应援吧。能吃一顿是一顿，现在他就是。他爱吃就给他吃一点。谢谢应援吧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巧克力。对，可以过来调货一下。谢谢应援吧，对。要打胰岛素啊，每次都是吃完了打胰岛素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应援棒。对啊，你就，因为他毕竟也活不了多少，最多几年吧，反正谢谢巧克力。年纪大了，你要他想吃什么，你就尽量给他满足他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巧克力。狗是吃完打的，那也不一定吧，就。因为他打的不多，所以就还好。我们尽量让他少打一点，因为如果打了太多的话，他会低血糖，就很危险。尽量让他稍微就是血糖偏高一点那种，但不能很高耶。谢谢奶茶，谢谢玫瑰。他都一直这么打，谢谢你们，不一定，看吧。以前他吃炸鸡，现在不吃。谢谢巧克力。中央五在播女排。对，这么多，给他打了五六年了，这胰岛素，最起码五年。五年。狗为什么就不能吃炸鸡呢？你都在吃炸鸡，你为什么他就不能吃呢？就允许你吃，不允许狗吃呗？怎么这样？谢谢奶茶。谢谢应援棒。别细小骨头了，我家狗连鱼刺都，连鱼都会吃，你知道它怎么吃啊？它吃那个黑鱼嘛，谢谢元宝，它都把那个鱼肉吃完了，把它的刺吐在边上，我不知道它怎么吐，我有时候都分辨不出来，我有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刺我吃到嘴里面，我就完蛋了，我赶快给把它分出来，它竟然能把它给分出来了，扔一边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呀，不懂啊，就是。那当然，肯定那种很小的刺，它应该就直接咬，因为你想想那狗的咬合力，虽然它已经十一岁了，但那个咬合力肯定是比人厉害。我不太懂，反正我妈那次跟我讲了之后，我就惊呆了，因为我那几天我吃鱼的时候，我就啊好难受，就是一直要。虽然那黑鱼的鱼刺肯定没有鲫鱼什么那种多嘛，但是还是有，我就很麻烦，我就不想吃鱼了，然后嘛就喝汤。它是真的，狗吐药片，我家狗现在吃药就是捏碎了给它吃，因为它不然就是不肯吃，虽然那个是可以狗直接可以嚼进去的，但是它也不吃。灯好了，我就说怎么在弹幕突然安静起来。然后他就吃，把那个药弄成那种粉末状，放进他的羊奶中，给他喝的那个，每天喝一点补点。
然后搅一搅拌一下，让它那样子喝，不然它平时不喝的，而不是不喝就不吃的，吃不进去啊，完全，不然就只能拌在哪个里面，什么肉啊什么之类的东西。消炎药，吃它治嗓子的，还有止痛药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不太懂。它东西还蛮多的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元宝，谢谢元宝，谢谢元宝。对，就完全不吃，你把那个药或者是你放它这边嘴边，它头就长，就一直长，就不吃，怎么都不吃。嗯，它有时候混在一起都不吃，就一定要混得很那种，就很麻烦这狗。平时我不知道医生是怎么喂它吃，我记得猫那时候吃驱虫药的时候，那医生夸眼把它嘴一捏，啪啪一下子就吃进去了。但是狗也应该医生一般都打那种打针把药，或者是打进去或者什么，我不太懂。我家狗反正怎么都不吃，只能那样子。我就忘记我家狗怎么吃药，就正常吃药，我忘记了。之前给它买了钙片，然后它倒肯吃了，自己咔嚓咔嚓的这样吃。可能就是这次的药不好吃，所以他就不吃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营养棒。我家狗还是蛮挑剔的，等我家狗老了之后，估计又要把没有牙了或者牙不好使了，就要把狗粮给泡软了，就跟他小时候刚来的时候一样。谢谢营养棒，谢谢奶茶。小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把他的狗粮全泡软，像喝水一样。但是他现在那个牙还不错，哎，吃骨头咔嚓咔嚓的。谢谢元宝，谢谢元宝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元宝，谢谢元宝。对啊，稀饭、喝汤什么之类的，这没有办法，就是年纪大的就年纪大了，这牙齿都护理不好，我想给他刷牙，他不肯刷，还咬人，不是真咬啊，就是那种样子而已。没有用，跟你们说没有用。等你养了狗，那狗不给你，就是不给你刷牙，你怎么弄都没有用。跟你讲。看着相伴的一天。对，真到了那时候，你是真没用，除非你要带过去。但带过去，别人不一定会。有的狗太凶，别人不一定会。怎么说呢？除非全麻，但又全麻，就是太危险了，不想再给他家。搞这个，我喜欢狗，但我不是说我不喜欢猫，相比起来我更喜欢狗。猫的话就那样吧，也可以养，但是还是喜欢狗。谢谢姻缘吧。啊，卸妆了要。谢谢元宝，谢谢玫瑰花。对，明天，哎，明天是几点钟开始来着？啊，谢谢元宝，请大家明天不要送给我奶茶，我喝不下，而且它也有点冰，其实。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一个人真喝不下，这真的要喝吐了，这我还没有享受过这个茶颜悦色的。美味啊，我就感觉我已经不行了。谢谢元宝，谢谢元宝，谢谢丁元宝。明天皮皮应该不会去我手吧，他今天营业一天很累了，比我都累估计。我今天收到了好几杯，不止这三杯，我已经对，我当然惦记狗啊。今天我就害怕它被人踩了，懂吗？这人这个眼睛都就不看地的走路，就全部都拿着机器在看
看小偶像，你这狗也太可怜了，在那个底下要是被踩到怎么办？你被他踩了没事，但是你踩了他，他就有事。毕竟你他踩了你，你不会咬他呀，对吧？你不会反咬他呀。但是你踩了他，这谁知道呢？而且他的脚比你小，踩一下没关系。虽然还是有点重量。对，那你说他咬了你，那是谁先不对呢？是你先踩了他，他也不是要故意咬你，你踩了他，才会形成的这样的结果。谢谢生日礼物，为什么会有生日礼物？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我要卸妆去了。卸完妆洗个澡我就要睡了，不行了。谢谢元宝，拜拜。